二零一七的台湾客家产业博览会，现场有近近的100件的客家特色业者，其中没有全台湾各地客庄的菜体美食。难怪呢，当年就有无穷用的 DIY 同做美食的发通。就算讲今比是平常时间呢，没想的千多民众穷下来参加。哇！哦，像包呀包的穷用的吼，安尼一张一张。台风给新山高太高，用能做拍条公板，民众每次家做困难。二零一七台湾客家产业博览会，当年都有无穷用的发通，民众唔但抢有好食，咪有好搞，咪有民众咪去跳摆闲食嘅时节。俺那些从些时节搞过啊，总是青岛，俺哋也做得本来回想以前，恢复以前快乐嘅感受。俺本身退休之后，俺是当关心客家嘅文化啦，那片有人来讲，那片有了会展览，哎，那是不都来看看哈。你那一次推办客家产业博览会，有超过100公斤的客家特色业者来参加，其中没有几多全台湾各地的客家美食，没想到几多的民众来到现场。哎，专门做糍粑啦，糍粑都安尼客家的，可能挺有名的，挺有名的甜点。啊，没有做肉饼、猪肉饼，还有番薯饼、乌龟饼。客家粽里边都咧，还有用个客家的元素，虾米、脆脯，还有萝卜干。然后选择的那个米呢是老糯米哦，它是那个酒厂酿米的老糯米，所以它呢每一个都非常 Q， 非常的大。也哈是推进瑞金金铺展览，每结合每个科技来呈现出客家的美食。丰富多样的展览，民众用轻松神奇的方式，将认识来到客家的文化尤其赞美。客家新闻陈永尊、林君勇特别报道。